没娃的想当爹，有娃的自然生活重心都在自己的宝贝身上了。脆弱的妈霍思燕，就连出门工作都要带着她家的小公子呢。当了妈妈以后就知道一个词叫牵挂，然后觉得，哎呀，就没有办法。我还是想多一些陪她，只有带着她才不辛苦。相比之下，蔡少芬绝对算是冷静的。尽管家里的两个娃已经弄得自己相当凌乱了，但是第三胎该生还是得生啊。我想的，这两个，我家里每天保持很凌乱。对，应该是没有特别整洁的时候，反正那就像一个家嘛。对对对，这也是我喜欢的，所以如果再多一个的话，我怕房子会垮了。没手抱了，一人抱一个现在。娱乐新天地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综合报道。